找那个跟你三观一致和匹配的人，一起进入抖音真情六十秒。我觉得我们俩在一起这么久，有美好，有幸福，也有快乐。可能我们长了一岁，又到了一个新的年龄，对未来有迷茫，有困惑。也许我们两个都不成熟。但是各位老师说的对，就是一个人你没有办法享受一个人的孤独的时候，你不配拥有两个人的美好。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成长，一起慢慢长大。我依然喜欢你。我还记得当初喜欢你的样子，我一直也都是这样去喜欢你的。可能是我太着急了，我怕咱俩没有未来，所以我一直去规划，以让咱俩慢慢去靠近这个未来。可能是我太着急了，对不起。来吧，我们一起打开爱的记忆箱，看看他们藏了一些什么，请开箱。我送他的那些四级的书，我希望他能够好好学习，能够跟我一起保研。但是我现在我有点后悔了，我知道这不是你想要的。别后悔，别后悔，挺好的。我送你那个小房子，我在不久的将来，也许很快，也许很慢，我肯定会给你一个家的。相信我，我们一起努力。
谢谢两位的分享，谢谢你们，秦辉。